又和牧师分享到，现今的教会界除了石安教会以外，其他教会在属灵教导、诗歌、神迹和神的同在方面都远远不及石安教会的丰盛。外间的教会其实一直活在没神同在的属灵饥荒里面，但他们对自己身处的光景却完全不自知，甚至反过来认为拥有神同在的石安教会是异端邪教，可见他们实在是无知又无耻。2021年6月14日又和牧师教导这一篇主日信息的时候，就这一点作出了以下录音补充。其实最主要的饥荒就是所谓不自知，就是说其实你们不回来石安，你直情从来不知道圣经有那么多东西，关于信仰、关于基督教是有咁多嘢，你从来唔知噶嘛，系咪？好啦，但系佢哋嘅不自知到咩阶段呢？佢哋冇呢啲咁多嘢，但系佢偶然能够听到石安嘅信息咧，佢就话异端。咁你能够想象佢哋对神嘅真理几陌生？即系陌生到咧，佢真系听到圣经里边嘅启示真理，又入话口讲出嚟嘅话咧，佢竟然 reject 嘅。咁你谂下佢哋嗰种嘅饥荒而不自知个程度系几严重咧？是咪？咁呢个就是我所讲嘅逻辑。因为淨係睇佢哋对我所有嘅信息嗰种嘅 reject, 嗰种不自知嘅程度呢，就係就算佢见到係神嘅话呢，见到就係神所俾嘅属灵嘅粮食呢，佢都根本係直成佢成个信仰，甚至全个教会，甚至係全个教会传统都会 reject 嘅。咁几恐怖啊，即係嗰种程度。但係而家本身我哋见，因为基本上我哋石安同其他教会最大分别就係根本係一话讲嘅信息咋嘛。是咪？但是我讲的信息哪一样东西不是来自圣经有足够的印证和证据的，全部都有的嘛，是咪？但是那些一讲出来的时候，你越发觉是神真实和伟大的嘛，那些才突然间对这个神你了解和真的直成立体的理解信仰的嘛。但是外面竟然有本事这样都 reject, 这样都觉得说这些是错的。但是问题你试试听回他们讲的东西，他凭什么说我们错呢？你听回他几篇讲到，你听回他几年讲到，你真的觉得他凭借到作偶，直成是。因为讲来讲去呢都是讲返俗世。讲来讲去呢都是讲緊呢啲用人嘅方法娱乐啊，或者其他嘢去吸引嗰啲团契啊嗰啲人。讲来讲去呢都是筹钱。关于行真理嗰啲呢，哦，咁又唔做㗎喎。是咪？但又唔识欣赏我哋行真理当中所面对所付出嘅嘢。佢完全唔欣赏㗎喎。咁你能够想象。即係佢哋究竟就我嗰句，其实你教会做咩㗎，是咪？即係你唔好话识晒入华一半嘅题目啊。你识一个都得啩。一个冇啊，佢一个都唔得，仲要系重复重复讲嗰啲咧垃圾嗰啲信息，即系励志当然会知道，但我帮人都写到励志嘅故事啦，系咪？即系励志重复又重复，你讲嚟讲去嗰一扎作都作到出嚟啦，系咪？有时好多都系抄嘅啫嘛，系咪？但系我讲嘅系真理啊，系咪？即系你用励志引申啲真理都 OK, 但系佢哋冇嘅，只系我嚟鼓励人。但是问题不会说让人去能够在神的面前 sacrifice 他的人生当中行真理，或者付出去行真理，不会的，他们是避之则吉的。他对于圣经的正义呢，是完全连少少辨别的能力都没有。